近日，文章身穿白 T 恤、背带裤现身机场。从打扮上来看，他这一次还是以减龄青春为主，再配上鸭舌帽和墨镜，整个人还是很低调的。这一次走机场，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身材消瘦了不少，有一点缩水的感觉。而且文章并不是一个人现身机场，是在妈妈的陪同下出现。看来文章也是很会穿搭，背带裤还特地放下一边，让造型看上去更加随性一些，乖巧地待在妈妈的旁边，还亲密地用左手挽住妈妈的臂弯，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是乖乖仔一样。因为墨镜和口罩、帽子挡住了文章的脸，所以也感受不到他真实的状态是怎么样的。仔细一看，文章的墨镜颇有设计感，加入了链条之后显得更加精致且复古了。而在文章身旁的妈妈显然就是贵妇穿搭，穿了一条 H 型的连衣裙，完美地遮挡了自己稍有赘肉的身材。看来文章妈妈也是一位隐藏的时髦精啊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